讲要离开，因为过了袂开我，我尊重你，无负责任来尊煞，感情列车袂到十五人行，那日雨地风沙，一条失恋的歌。谢谢刘依霖。好，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来，一真老师好。我以前也叫詹一真。哎呦，啊对，老师之前是护理人员。我打 IV 还蛮厉害的。是。这个其实呢，医护人员真的很辛苦。是。但是要有这么好的歌声，我觉得你很难得哎。谢谢。你今天给我的感觉，让我惊到的是，哦，你足有担当，足有力的，好，力道很足。然后唱歌就有个性，就阿莎莉的，然后就有开口的，这就是音乐上基本的一种态度。你今天真的唱得非常好，谢谢，足水亏的，谢谢。一真老师好，我直接给你一个建议啊，就是那个这个比赛结束以后，你就改组到专业组。我感觉在你唱得太好了，在谢谢。跑出来唱刷的时阵，我讲啊，完了。对，有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，因为我觉得你今天在不管是情绪也好，不管是技巧也好，我感觉你都是唱了很满分的啦，满点，很高兴今天听到你唱歌。